普通的演變,南韓演變,改善改良這些 譬如歐洲那些,你怎麼十幾年,那個南韓過來,他說,我知道你是香港的,你去香港,你去香港不更遠,你歐洲六個小時,香港十幾個小時,不同,香港,我在這裡長大,雖然我不在這裡出生,但是conscious,我的period,是香港。 我吃飯是香港的,我香港人吃飯,穿拖鞋啊,香港人吃飯,我去香港就等於回家。那些大船都是香港? 整個碼頭,對,還行。我記得當時好闊的,你看得好窄的嘛。啊,上場巴士那位,當然有房嘛。就坐在上面,你看到什麼都可以看到,巴士行的嘛。啊。這最好的電車。 家的意思未必是那個間屋,又未必是那樣,總是你去到那裡,就覺得中國講有些溫情,溫暖的感覺。在讀書的時候,記不記得有這個 邊個啊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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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係好十幾年過嚟，呢個真係呢個新鮮空氣嚟㗎。係咪？嗱，依個喺度，而家就有曬啲電視啊、電腦網絡啊、啲投影機啊。記得啲嗰陣時台好大㗎，而家咁細。因為我啲嗰陣時喺屋企都好大㗎嘛，係嘛？我哋都知道你喺你個研究上面有好高嘅成就啦，並且得到諾貝爾獎啦。咁我哋都好光榮㗎，又身為培正學生。咁喺你最高峰嘅時期咧，你覺得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係屋企人啦、健康啦、你個成就定係信仰咧？你講嗰啲係都係好，即係樣樣都都係。我諗實在即係有時。啊！特別你即係幾十年後到我咁年紀，諗下真係問下你自己，乜嘢你覺得最重要、最有意義嘅？我自己覺得係有咁嘅機會，有時諗到最有意義嘅係人同人嘅關係。成班同學咁，結果我哋都考慮，想幫佢供學，咁結果想問佢點樣幫佢供學，佢就即刻答回音好快，即刻佢話一定要喺唐人街，咁我就好感動，即係知道佢念舊。記得舊時一齊學物理，
咁咧，而家又記得大家一齊晏晝留喺班房度食晏晝。咁啊，你攞到諾貝爾獎大家都好高興。不過諗起咧，以前真係諗唔到有咁嘅今日啊！咁多次威社 reunion 咧，最威係呢次啦。有啲人提議叫做改咗威社，我都好同意噶。我啲培正有個傳統咧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年大概係初中一年班咧，就由老師就介紹一個名。咁啊，代表啊咩社？咁啊，通常咧有時啲古字啊，咁啊代表對我哋成班學生嘅期望啦。我哋就叫揮社，就我哋係1957年中學畢業。我哋大概一半揮社同學都嚟自美國。不遠千里而嚟，其實幾千里啊，上嚟黐下崔琦啲光彩。我諗好多同學咧，琴晚都唔係瞓得好好，因為太過 too much excitement。喺《論語》第一句係嘛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真係體會到，可能真係我哋人生中最快樂嘅事之一，就係能夠睇見已經好耐好耐冇見到嘅朋友。各奔前程，崔琦入读了为中文中学学生而设的特别班，准备报考香港大学。远方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影响了这位年轻人一生的志向。杨振宁李政道，他得到诺贝尔奖金，对我哋即系嗰代读书嘅人，即系嗰代学生嗰阵时啦，即系好大影响。陈教授啊，我要读物理啊！我哋嗰时候呢班人咧，都系日本仔打仗嗰时候出世嘅，啊，又过咗一轮咧，又内战啦，啊，咁过咗一轮咧，又要流离失所咁样周嚟走去，即系已经对自己嘅呢个自信力咧，都系即系。究竟中國人有冇能力咧，可以能夠做得出一個好轟天動地嘅事咧，都會有啲疑問噶啦。西方人覺得中國人係可以講哲理咁想法，但係實在啲嘢乜都唔做得啊！有咁好嘅有咁嘅人咧，可以嚟作為咗我哋嘅例咧，我哋只係要跟住佢咁做咧，成功唔成功都唔緊要啦。1958年，崔琦远赴美国留学，他的科学之路由此开始。读书嗰阵时就好似系，即系等于你游浮咁啲吓，观光吓、啊。你观光嗰阵时候，你系好靓啊，睇你哋几好吓、啊。但系人哋都已经你整得好。即係早嗰陣時啲人都嚟講，叫你睇呢啲，睇呢啲，慢慢你可以睇到呢、這個，以後你可以睇明嗰、那個嘛，係風光。你做 research 個唔係咁啊，即你行行到嗰度，你忽然覺得話，我你話嗰邊睇住好似好靚，好值得去。咁我要去嗰度，咁你點去？你嗰度未有路嘅，人都未行過嘅。是有啲冒險嘅，就同時係探索有啲嘛，同時 in a sense， 即係英文 ，that's what makes it interesting。